坐一下，我就出来。
有啥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？
找那个桥好像不连，咱往咱从那走吧，不连的这。好像找那个车汽车。他们卫生许可证本子是B。酸梅汤、萝卜丝饼、江苏鸡烧饼、臭豆腐、年糕、烤肠、冰淇淋、米露。我那个侄子到好大还一那个桥啊，喂，他现在上一年级。喂，哎呦，
正宗陈氏夫妇，丈夫以打鱼为主，妻子则是卖鱼的。他们的夫妻俩心地比较善良，哥哥上来的，不用接。Thank you.
笑死我了，屌不屌？下的时候不用，上的时候因为要踩到，所以要踩一点。